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节的天气报告，我是黎律森。本港对今朝早是有阳光的，不过下午的云量就稍微多一点。看回气温方面，今朝天气仍然有些冻，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3度，新界普遍地区的低温都介乎9度至12度，打鼓岭今朝早只有7度。日間有陽光，市區最高氣温都上升翻上17度，新界普遍地區高温都介乎19至21度，都暖翻啲噶啦。從大範圍嘅衛星影像見得到咧，華南地區咧今日天氣仍然都係唔錯，雲量都比較少噶。嗱，不過見得到咧喺我哋南邊咧，其實開始有啲雲團咧，今日咧逐漸咧影響住我哋，令到我哋天色咧都比較多雲噶。從天氣圖上可以見得到我哋現時受住一股偏東氣流影響。相信呢股偏東氣流在未來幾日仍然會維持住，不過在我哋附近的氣温就會有所回升嘅啦。天色方面，由於我哋預計在南邊的一啲雲團相信未來幾日仍然會影響住我哋，令到天色方面主要都比較多雲，甚至會有一兩陣雨添㗎。至於今晚同聽日詳細天氣預測咧，會係咁㗎，預計將會大致多雲咧。明天早晚會有一兩陣微雨，天氣清涼，最低氣温約為15度，最高氣温會上升翻上19度。風方面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，晚間離岸間中是吹強風的。展望睇翻星期四咧，將會大致多雲同埋有一兩陣雨。接近週末的時候咧，天氣咧會係好轉，日間是和暖。不過到咗下周初的時候咧，早晚咧係天氣清涼噶。好啦，呢個天氣咧就講到呢度啦，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。再見。